哦，暂时没有，因为我要接送小孩，我没办法飞，卖车送小孩上学。他们要上学了，好贵哦。该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从影也那么多年了，对，但是没有私交了，对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的责任呢，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。你现在身边有观察中的对象吗？我觉得那个啊，小孩子就够忙的了，小孩子已经就够忙了，对。随缘啦，随缘啦，没有，因为离过婚之后又更难了，对，随缘吧。离过婚有的桃花很好的。真假的？我前妻是不是？每周隔周为了小孩，对，赶快就是，所以那个你看今天有那么多家电视台，赶快哦，快来约我对，我这个我送完小孩去上课之后都可以录影了，对，然后六点之前录完就可以了，我要接小孩，对，太多了，赶快卖一卖对，他们要上学了，好贵哦，对。哦，暂时没有，因为我要接送小孩，我没办法飞，除非我可以早上第一班松山去，然后我来不及，太硬了，算了，该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从影也那么多年了，对，但是没有私交了，对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的责任呢，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其他的真的我就不知道说什么，对。